市长你好哈、哦，这是我以前的经验呐、啊，啊，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是十几班呐、啊，然后还有分上午、下午，就表示以前我们那个人口出生率很多了。那现在的话，读小学的话是三班呐、啊，一班只有四十个人呐、啊，哦、啊，然后我们的读的时候是五十八个、六十几个人，那你就晓得你现在是盖这个什么公仔，对不对？你要考虑二十年以后会不会变成文职管，所以我是建议的、啊，不管是说这个专探哦，符合什么你那个三百五的容积或什么情形，对不对？我都希望说建议说尽量哦减少了，然后你少的部分，对不对？你要四年之内五万户，你那个土地找不到的话。找不到的话，就是旁边嘛，旁边这个区位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用那个从化的时候，用都跟用从化的时候把它去推动，但是这个哦，四年八年之内哦，对你来讲可能是，但是总是要踏出第一步啦，就是把它混在一起啊，然后不要说以出租的啦，我们台湾跟新加坡不一样，新加坡是60几%的公宅，台湾的话自由住宅是80几%。大部分都喜欢有自由的房子，就是说那个分出来的那个容积多出来分出来的是无取得嘛，空间力取得，然后用那个权利移转的话，你可以卖嘛，这个没有受那个土地法那个25条的限制，不要因为同意嘛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钱可以回收很快。那你现在一直盖这个出租国宅，30年你还你那个钱还没办法回收啦，坦白讲，而且有可能被文职管。你现在盖的对不对？要租的人，人家现在卖房子是预售，五年以后盖完就晓得谁要进来住。你现在盖出租公宅对不对？出租那谁给你住啊？5年以后谁来住啊？都不晓得嘛，而且还要弄那个管理公司啊。然后我希望说旁边这个去推动哦，从中央我们协调中央的那个立法那个都更条例跟那个哦，气味很好，整个推动。就是中间那个我们工地哦，把它降少，那个容积给它减少，外面的容积给它增加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外面的话可以政府市府可以收到地价税、房屋税嘛。那你中间的你是公有地，你能够收到什么？出租那个，通通你做多少都是亏钱呐。假如以企业的成本这样算的话，是不划算的啦。要推那个都更啦，外面那个都更啦。营业点，我的意见跟市长不一样啊。外面那个容积多一点没关系，里面我们少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有什么不对？人民的利益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王宏威王议员也来到现场啊。谢谢王议员。那接下来是庄胜龙庄先生在场吗？谢谢。市长，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，刚刚林宗明局长在讲这些案件的时候，我想他忽略了我们在地居民的声音，他老是说未来的居民，所以从规划当初根本就不是以在地的居民的感受来规划的，从他的讲话就已经听到了。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说，我们不是刁民，也不是次等公民，哦，可是你从刚刚的规划来看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市民的休闲的品质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请问这里有看到小孩子的休闲空间吗？不要说那些绿化带，请问这些绿化带到底是这些建筑物的开放空间，还是像公园是属于全市民的？如果是这些建筑物的开放空间，将来的管理单位是谁？不是市政府啊，不要来欺骗我们这些市民。哦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，比如说，像我们需要有一个运动休闲的地方，这里有看到吗？小孩子的休闲地方，这里有吗？塞了这么多人，没有啊。这个叫规划吗？这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吗？我们不是刁民。鬼不是次等公民，给我们这样的生活品质，各位能接受吗？不能。
还在批评我们吗？我讲的话比较直，因为我在工厂待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什么区公所要搬过来，房贷中心要搬过来，为什么要搬过来？请问现有的这些地方干什么用？难道把这些设施搬过来，然后又要降低我们生活品质吗？如果要这样子搬过来，现有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未来要干什么，同时规划告诉我们，啊，那边是豪宅，就把那些好地方留给这些豪宅地区吗？我们还是次等公民吗？这个我不能接受，请告诉我们未来那两个地方要干什么用。好，最后我刚才有人谈到这个空廊的问题，抱歉哈，如果大家到东京去看，到香港去看，都市规划的不同，生活的空间就不同。东京的台场，请问大家去的时候，他们是走在地下吗？不对的，他们走在空廊上面，他们的想法就是三楼、二三楼以上的比较不会有空气污染。那香港呢，到处都是空廊，他们的规划是什么？一二三甚至四楼他们是商场，所以他们的需要空廊来搭桥。不是空廊，它不是一个闲物设施啊，它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措施所造成的结果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高盛建高先生在场吗？推荐的建应该是高盛建高先生。高盛的还是高盛建？我看的是盛，高盛建。市长大家好，各位里民大家，我是大连里的里民，我住在福德街84巷，是对面。我是在是关心你们做拆除，留住这一栋，应该我们周边的里民大家都很欢迎拆掉，大家都说有什么五栋拆掉就留着最后一栋，但是好像那个粪扫堆的，要养蚊子吗？这样不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，我说你们拆掉，你那土那地带用那么多，要做什么？要种菜吗？应该给市民方便做停车场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做停车场给周边的里民方便嘛，不要那个地带那么多嘛。还有另外一点，我们福德街84巷，你说，南北为什么只有三个车道呢？我知道是以前是九十五年，人家计划是四个车道，那、啊、你们说为什么现在设计只有？我们西边只有一个车道呢，车道，请问一下几公尺？那一个车道，那我们要回家的话，我们要卸后，差不多要半个钟头。那你一个车道要怎么叫我们过去吗？怎么停吗？临时停车怎么停？请问一下，应该是要过四个车道，为什么大道路有六个车道呢？我们84巷只有三个车道呢，这样规划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那些园区里面盖起来的话，人多车多，我告诉你，只有车排站，都不能出了。然后那个林口街这里哦，差不多七八条的巷子，都往我们84巷出口呢，你们知道吗？林口街都是市场的，白天到晚上都是市场的，差不多七八的巷道都靠我们福德街84巷，你看车子有没有多？然后以后呢，你说要盖2800户，哦，真好啊，是袂歹啦，看起来真水啦。但是你有想到哦，有想到阮周边的里面的阿伯的痛苦，噪音、空气污染，三民工把阮84巷三个车道，对，那东边两个车道，
那个那个 C 边只有有抽抽到，这样过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要以后要回来，你主听说要怎么点？好，谢谢。神嘴点要重要哦，以后不管没有开化就没有开化，假如有开化的话，你们要注意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。下一位高财富高先生。你如果是面对人来说，哎，我人多，大家都经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市长、各位局处官员，大家好啊！我也是一样，大人女，住在84巷。啊，刚刚先做一点一样，大道路那边有六个车道，为什么84巷只有三个车道啊？分六个车道。它的宽度不管怎么样，东边那一边84巷靠往边区这边是两线车道，那靠住宅这边位置只是要变成规划成一个车道，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以后大量的居民进来以后，不管是大道路跟84巷，应该都是相，应该等级应该都一样，不是说大道路就比较宽，84巷因为它巷子，然后道路留的面积就比较窄，然后规划的就随便规划一下，就给它糊弄过，这样不符合公平原则。然后那个福德平台那一栋，只留下那一栋，柯市长有疑虑是说他想要有相当正当的民意支持嘛？那市长可以提出来，他要怎么样的程序才会说能够符合他的期望，然后跟我们，因为你要听的是周边里面的声音，哦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，所以你要倾听是我们的意见才对，不是别人去文字吧，搞什么文字的这种东西，然后某些部分人员来提出意见，然后就把整个那个拆除的动作整个延宕下来，那对我们是不公平的。那这样你看，不然你应该以周边里面为主啊，你就希望用什么方法让我们才能够信服你？你也可以提出意见，让我们听听看啊，不要说只听我们意见，我们可以听你的意见，让你讲讲看，我们来大家来讨论嘛。因为柯市长注重就是程序嘛，公平，然后照法律，啊，既然都已经有法律根源，为什么还不做呢？我觉得非常奇怪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中行李林美君林理事长，来麻烦。市长、区长、各位长官，大家好。那个很开心看到柯市长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听我们当地人的意见，我们的声音。那其实两点呢、啊，我提两点呢、啊。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一个开发这个开发案，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有规划新义行政中心，然后还有我们邻里的商业，还有社会住宅、中级住宅。那我的里总共有2900多户，8000多人，有可能到时候刚好也会转移一些人来，可能几百人而已。那但是还是希望柯市长可以记得我之前在跟市政会议提到的，就是一辆停车的问题，就是大家现在这附近周遭大家最关心的。我们平常中型里就已经没有停车位，而且是一位难求。好，再来就是像是之前有跟您提到的，只要是礼拜六礼拜日，我们这里更是一位难求，真的是拥挤。因为有来爬山的，有来这一边买菜的，更不用提到林口街那边也是一样有。所以当这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规划出来之后，我们是不是不止礼拜六日我们停不到，而是礼拜一到礼拜日几乎每个礼拜都没有停车位可以停。所以这个方面希望停车场的方面希望市府你们可以帮忙做一下规划。再来第二点就是这必须要讲到，就是我们做完 R03 站之后还是会有规划违规。违规的部分，我们的通风口是坐在玉成公园大门口处。我想请教一下，通风口的风向是往哪边吹，它的出口往哪边，再来就是会不会对附近周遭的居民造成空气污染，可以让我知道数值吗？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市长如果真的觉得如果参与